同学们晚上好，今天是周二啊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安排啊，先是讲一首点歌的曲子，然后看看怎么伴奏啊。今天一首曲子是人事在太匆忙，人呐、啊、一个人啊，人世界的事太匆忙啊，这个是一首电视剧里面的啊，《莲花楼》，电视剧的名字叫《莲花楼》。莲花楼是古代的那个啊，那个打扮，古代戏啊，古代的样子。内容嘛，我也没看，内容可能好像我有时候瞄了一下，好像蛮紧张的，就是悬念片啊，好像有杀人的那种啊，还有一点紧张的啊。好，我来谈一下，那你想一想，古代的是一种什么味道？古代的基本上是民歌的味道，古代嘛，古代我们啊，封建社会，我们总该用民乐来伴奏啊。当然，这个民乐也不是纯民乐，也是经过改良的。我先弹一下，大家听一下那个味道。唱歌开始啊，再从哪里开始？反复这里开始，反复啊，反复就要开始，就第几行啊？啊，第三行开始，第三行，第四也反复开始啊。Thank you.
高潮开始啊，找不到谱了。从高潮开始啊，从哪里开始啊？从高潮开始啊，一二三四，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第二小节开始，有一个鸟这里开始。B 段弹两遍，其他都没啥。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曲子啊，跟上次我们说的就是就在江湖之上，他的作曲是同一个人，作曲啊是同一个作家啊，叫做严以生，是吧？严以生词和曲，所以这两个曲子的味道呢，完全是同一个味道，同一个风格的。当然了，一个是小调，上次那个是小调，今天是大调啊。但是手法完全一样，什么意思呢？一开始先把高潮放在前面，你看，先把高潮放在前面，下面我来讲一下啊，他先把高潮放在前面，先激动来一下啊，然后跟上次讲的做差不多的意思，比如说曲子写的比较不啰嗦啊，比较干脆是吧？简单啊，不拖泥带水啊，你看他的歌词啊。他的歌词只有一遍，他的歌词只有一遍啊，是吧？不像有的曲子很复杂，很复杂啊。而且他的曲子，上次也说了啊，比较激动。我喜欢这种激动的对比，都大，高潮高，低潮低，这个里面都符合，这个都符合的。好，一二三四，然后第二行这里开始拍笔记，又是哆西咪啊，第二行好，这个也算前奏，有唱的也是前奏啊。高潮之后前奏是激动的，先把和弦配一下，我就按照高潮配。这个曲子是大调，但是由于因为它把 B 段，我就用小调。烧在这里也可以，如果烧在这里也可以，抖在这里也可以，我们等一下听一下，这个烧抖是这里放烧，是这里放烧，这里放抖，还是这里放烧，这里放抖啊？等一下我们听一下，哪个效果好一点？好，排比句还是难。这里呢，
拉哆拉它拖了一个长音，所以这里要走了这一个复弦啊，咪瑞哆西拉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和弦是一个咪一个拉，这里来个发也可以的，但是呢咪来哆西拉这里是哆拉，但上面写发也可以，这里是拉也可以的。好，这里用的瑞，为什么用瑞呢？因为这里用嗦，这里结束了呀。这个嗦我们用四和弦，像民歌的话，民歌的写法虽然是通俗歌曲，但是它的曲调刚刚说过了，因为是古代的内容，它基本上都有中国风，中国风民族风格啊。好，我来讲一下用西调，前面还是像上次一样的，先来一个寡音，啊，当然也可以像上次一样的，啊，少拉多，我们都西拉，啊，都西拉也可以，啊，来一下啊，啊，这个里面的节奏，我们有一点像，有一点像。反门把的打法，这样打的，跟上次那个一样的，啊，跟上次一样的，这里不打，这里停一下，这里又来了，这个上次看得懂吗？上次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代表和弦，是吧？好，我来再来一下啊。是这样打，这个打的比较宽。什么叫宽呢？它的节奏比较，就是拉的比较开，跟上次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啊。根音是拉，然后那个到这里呢，这个和弦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像法轮巴打法一样的啊，应用了法轮巴那个打法啊。那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上次说过了，是代表和弦，拉哆咪和弦。的话，这里说都要在这里打一下啊，要回到头，回到头啊。好，再来一遍。找这里打，这哆了，哆的和弦，哆，啊，这里也是哆的和弦，再来一遍啊，我慢点啊。因为这是换和弦了，这里打根音，打根音，这就打根音，两个根音啊，那打根音啊。
音，这也是播音，这里再来一次，两个播音。好，从头再来一下啊。吗？我再慢点弹一遍啊，大家看得清楚点啊。我特意这样写一下，像这里啊，像这里烧米了，来烧，都烧米了，来，我用这样的写，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懂。像他这样写，大家不容易看懂。比如说，他是这样写的，不容易看懂，啊，这样写不容易看懂，这样写。不太节拍，不太容易搞懂。像这种节拍，如果像我这样写，比较容易看明白，因为它一拍一拍很清楚嘛。上面来了，对不对？上面来了，再加一个空格上面啊，我好多地方都把它改了，这里也把它改过了。好，这个于老师啊，问一下，问您个问题，于老师。嗯。这个歌您看您用了反伦巴和复旋律，然后我就听了特别好听，特别好听，然后我就想问问于老师，就是于老师怎么就一看这个歌的旋律，一听您就知道这个歌用反伦巴这个来伴奏比较好呢？您是看到它哪儿的节奏型让您用这个了？就是里边有切分吗？这个节奏型，就是里边有切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用对这个，嗯，咚咚咚咚咚咚，来烧米也是的，哆西米来烧米，来哆啦这也是，来哆哆啦，这个稍微差一点点，对吧？因为这里有两个哆，差一点点，但是形式也差不多。这个来烧米哆西米来哆啦来烧米，后面没有了，好吧？哦，看到这种的东西，老师就会用，想起来用反伦吧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就是这种节奏型。老师，你可不可以不只打根音，不用那个和弦，因为上面的音太多了。这里不打，就打一下。不是，你打可以不要那个拉哆咪嘛，就用拉来打。那全部根音啊，那不好听。但是我觉得上面音太多了，你那个打起来很乱。那不好听的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上面音多我知道，这个前奏我上次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是高潮段，你根本听不出来里面什么意思，因为高潮很糊涂，不像那个低潮，低潮要求简单明亮，明了要交代清楚，这个高潮它不是交代清楚，高潮是把气氛推上去，越热闹越好，你里面肯定搞不清楚的，所以它一开始就是高潮，你完全是不明白在唱什么，在说什么，只不过那为什么要把高潮放在前面，是一个气氛，一个造势，上次说过了造势。就是我们说了，
给你个下马威啊！啊，新官上任三把火啊，好吧，来个造势啊，来个气氛，哇哇哇，气氛。所以这里听不清楚的啊，你不伴奏也听不清楚。你看左手用八度弹，听不清楚的，这里的音听不清楚的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我们哪里开始听清楚？那就是接下来，这里是把听的观众吸引过来啊，人吸引过来。下面我们还有一个过门，还有一个过门啊，还有一个间奏，这个叫前奏啊。接下来有一个间奏啊，间奏就是开始比较正常了，这个高潮不正常，高潮完全是起哄，哗哗哗。来个起哄啊，接下来呢就是开始，哎，啊，在这里，接下来有一段比较舒服的，我们听一下啊，这一段呢，接下来那段音乐比较慢的，比较舒服的，在第二行的，第二行的最后啊，上面括号那几个音。这个比较舒服，这个是民乐的，最多来说明。来到，对，这个比较民乐的啊，民乐的味道开出来了，然后拉萨米哆啊，一个装饰音，拉萨米哆，来到来到到来，好，这一段比较好听，我来弹一下啊，前面是咪嗦啊。加了一点点那个古筝的那个味道，配这个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讲拉上米哆，对不对？发和西去掉就可以讲，你像拉上米哆也可以，那音就太多了，拉上米哆，啊，拉上哆，来哆来哆哆，拉上米来啊，拉上米来，然后这里爬音，爬音用扫哆来啊，用扫哆来扫哆来爬啊，用扫哆来扫哆来扫哆。好，来一遍啊！来，重来。好吧。间奏的和弦给配上，这个，嗯，这个就哆，对，这个瑞，我把它那，这个嗦是和弦，这个是瑞，瑞到不了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用拉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又是哆，这里我应该用发，先用个发，然后再用个瑞好，再来一遍啊。前面连起来弹一下啊，大家听听味道，好吧？我把前面连起来弹一下啊，从头开始啊。
段开始了啊 ，A 段开始要交代清楚了，你到底是在唱什么内容，在讲什么，要一点一点告诉人家，要清楚。所以我们的伴奏音越少越好。我一小节就一个音，你们听一下啊。好，这是第一句，这是第一句，然后排比句，再扫扫扫了。第二句，好了，有没有找到谱啊？啊，第三行，第三行有一个反复记号，这里开始就是第四小节啊。看什么？懒懒啊，月月散散，风却越吹越狂欢啊。然后第四行，第四行啊，什么字下什么？然后，好，第二句，第四行的第三小节，第四行的第三小节，什么？祝啊，祝落落月，弹一声，啊，什么用一身汗，这个意思。好了，我配和弦，哆，这里用拉，这里用发，这里用嗦。这里到哆，因为咪嘛，上次说过了，这个咪，如果是嗦，我们可能用嗦西来数和弦，它嗦咪，它最后还是到咪这里，嗦只不过是哎，你这个嗦不看也没问题，就是哆嗦咪，为什么要这个嗦是没有音的，是连音，它这个唱歌有一个特点。它每一句到最后一小节的音会往后面拖啊，所以这个嗦我们根本不用去看它，我就看咪就可以懂的。好，排比句又来了，哆、拉、发、嗦、哆，你看这两句的和弦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两句都不用嗦。不用说，凡是任何歌曲，第一句和第二句总是对称的，不管它是排比也好，一样也好，对称也好，它的总的名称叫对称。像这个是排比，是排比，所以对称里面的一种啊，排比，因为它前面两小节完全一样的，嗦嗦嗦啦哆来哆来咪咪来咪，这里也是嗦嗦嗦啦哆来哆。来咪咪嗦啊，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啊。这里来咪咪嗦咪，这里来咪咪来咪，够了。这个排比句已经够了，这么多了，这么多到来咪，到这个咪都是排比，都是一样的。嗦嗦嗦啦哆来哆来咪咪，这里嗦啦哆来哆来咪咪，这里个嗦，这里是的，就这么一点不一样啊。这里要教小朋友们啊，这里教小朋友们啊，再来一遍。稍微加的多一点啊，这里稍微加的多一点，好，再来一遍啊。
您最后这个过门是空手拉还是哆？不空不空，这个哆是根音啊。哦，是哆。哦，哆是根音。如果你用右手弹，就是空的。嗯嗯，左手左手。左手不空，因为左手有根音嘛。哦，老师，您在琴上给我看一下，我看那个哆嗦拉在哪。波音啊，这里打波音啊，这两个手是碰的，碰也就让它碰，不要到底下去，不要，这个也很混的，很混的，尽量进，一开始尽量进啊。两句三个啊，三个播音一个过门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很简单很简单，嗯，说的不好听，这个播音你不弹也没问题，就是不弹呢不好看，你说没有音乐的也不好，也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？嗯，就是做个样子陪衬一下，你在也好。你不在也好，其实都无所谓，有没有听明白？明白。我无所谓的，只不过你不在嘛，好像在不在无所谓的啊。但是你有个人在嘛，好看一点就是意思啊，好吧啊啊，陪衬一下好看一点就可以。其实你看不唱都可以，完全没问题，好吧，好吧。好，这是两句。那么接下来，这两句都是很简单啊，就是小过门稍微复杂一点。为什么小过门会比较复杂？因为这个歌它是激动的，它不是抒情，它是比较激动的啊，比较激动的。所以我们小过门啊。比较紧凑，不是这样加小过门，太松松垮垮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太松松垮垮了，有没有听明白？太松松垮垮了啊！不要这样加，你八分一个，这是八分一个啊，这是八分。半拍一个啊，半拍一个还不过瘾，还不算紧凑，所以我这里来一个什么？来个后十六，哆嗦哆，变这里变成瑞咪嗦了啊，喏，是，然后后面一个更厉害，对吧？刚才大家看见了，后面哆嗦哆什么？瑞咪嗦了，十六分了，十六分了，激动，小伙们比较激动，虽然唱歌。很简单，音乐也很简单，但是里面什么暗藏什么暗藏杀机。为什么说杀机呢？因为这个电视剧啊，它不是一般的古装戏那个爱情什么的，不是，它是暗，里面是勾心斗角啊，暗藏杀机啊。好，我们看下去，接下去第三句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了，前面不是弱曲，到了第三句它是弱曲了啊，就是一二三四五第五行，第五行后面的哆来哆，这是弱曲。第三句哆来哆来咪咪来来，咪来咪，哇！你看这个不对头了，这个音多的不得了，音很多很多，
它第三句完全跟前面不一样啊，来哆来哆来咪咪来咪来咪咪嗦嗦咪咪，哇，音这么多，嗦咪咪嗦咪嗦，啦哆哆，好，往上冲了，前面没有这么高的音，第三句往上冲了，啦哆哆啦啦。啊，啦哒哒哒啦啦，啦嗦咪来来，啦嗦咪来来，咪嗦咪咪，哇，就是那个第四小节，它有，它也不愿意错过，那一个咪嘛好了，啊，它还要加咪嗦咪，还这么多音。再少了，又是落气，又是落气，少了第四句，少了哆来来哆哆，音很多，来哆来，好，又来一个冲高潮，像前面一，像我们刚刚那个高潮那个前奏里面一样的，咪嗦嗦咪咪哆，啊，好，哆啦嗦，等一下再说啊，等一下再写哆啦嗦。啊，我们先到这里再说啊。哆来，第三句我们用小调，用小调，但是可以回到大调吗？你可以回到大调，因为它是排比句。哆来哆来咪咪来来，哆来来哆来，排比就不是很明显，那我们就不排句，不排比，好吧？那就不排比，啊，不要排比啊，来咪咪来咪啦哆啦啦。啊，拉哆哆，不用排比，回到咪，好吧？啊，哎，拉哆来，咪嗦，好，这里冲高潮，我们要复弦里，要用复弦里了，跟前面一样的，我们这个和弦用一个咪，一个拉，对吧？那我们的复弦里什么？跟前面一样的啊。咪来哆西拉，好吧？能不能到发？我看一下啊，能不能一直走到发啊？就是咪拉来个发，然后试下来，这里开始弹，伴奏方法也不一样了，伴奏方法也不一样了啊！前面是拨音，一小节就一个拨音哦，这里怎么弹？看好，看一下。用爬音了，我们这里用爬音，好吧？我爬的比较厉害的，我就啊，我用后舌头，用后舌头的，但是我想现在就不要用后舌头了，简单一点啊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发啦，好吧？来啦，来啦，你。咪西咪嗦西，好吧，简单一点。好，拉，拉咪拉哆咪，拉咪拉哆咪，拉咪拉哆。啊，这个是下面，这个拉是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拉是下面，这里你就不用再爬了，这里因为你来不及爬，爬五个音你到了这里了，这里有拨音。或者用打节奏试看，这里打节奏试看啊，重来啊，这里开始啊，打打节奏吧，哎，你这也可以个小破门哦，我想想。再来一遍。啊，算了算了，
这里都是爬音啊，这里也用爬音，这里爬三个音就可以了，因为没这么多时间，没这么多时间，爬三个音就可以了。这里也一样的，又是这个爬音，来来来来，弹一下啊。不爬了啊，这里千万不能爬了，这里冲高潮了，所以我们用这个复弦力啊，我从这里开始弹，从这里开始弹。这里来不及了，这里只能爬，只能复弦力只能三个音，不像前面时间长，这里只能三个音，那我就一个拉一个发，我和弦是一个拉一个发，我的复弦力是一个拉一个嗦一个发，就三个音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这里开始哆来来哆来。好不好？再来一遍啊。下去啊，接下去还有一点点啊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把它写完吧，我看看还有多少啊，还有一点点，哆啦嗦咪来哆啦哆，还有一点点，哆啦嗦咪来哆啦啦哆就没有了，哆低唱没有了，哆啦嗦咪来哆啦啦哆。好，低潮就没有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瑞，那很简单，这里一个嗦，四和弦，这里一个哆，好不好？简单吗？瑞嗦哆，啊，这首这里也行啊，法嗦哆也行。这里有发了，哦，这里有发了，这里不用发了。而且这里气势开始小了，结束了嘛。结束了要刹车了，气势小了，用发气势太大了，好吧？好好啊，你看我这个米嗦米哆，我两个手都是打豆的，这里我都是打豆的，明白吗？这里气势小了，你看，不用打豆了，好吧？好，再弹一下啊，把这个第三句和第四句还有个尾巴啊。明白了啊，擦了，好，擦了，低潮说完了啊。哎呀，老师一弹就好听了啊。低潮说完了，那么我们看看后面有什么内容啊。好，后面就高潮了，高潮就是跟前面那个前奏啊，好像应该是错的，错差不多。应该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前奏跟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前奏啊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不说了，好吧？啊，我就弹一遍，好吧？不说了。这个高潮跟前面前奏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我弹一遍高潮怎么弹？你看啊，好不好？
接下来一个过门啊，过门我来说一下，软米郎啊，过门看见了吗？有括号的啊，自己找一下谱啊，过门在哪里啊？软米少啊。来米少，米来来多拉，多来少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怎么谈？这个拉我们拍拉，这个少我们拍米少西，啊，拉发来个来的。大和弦，这里到少，啊，这里拖的比较长，我们要加点小过门，我们加的跟这个一样的，因为我刚刚听了那个曲子，它这里也是这样加的，来咪拉，好，从第三拍开始，加来咪拉，有没有听明白？小过门加在这里，来咪拉，小过门来咪拉，来咪少，小过门来。咪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咪嗦咪来来哆啦，这里我想走复弦里了啊，这里想走复弦里了啊，拉嗦发咪来，嗦到嗦啊，那这个发就不用了，对不对？就来了，就到来了嘛，啊，好，弹一下啊，要加一些那个这种装饰音啊。像古筝一样的装饰音啊，好不好？这里用八度了，因为你想一想嘛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嘛，啊，那这个是什么？第三部分嘛，小高潮嘛。我这里用的，当然这个也要加哪个音，对吧？哪个来咪拉波音，这边也来哪个音，也是来个啊咪咪咪咪到不了了咪，这里还是加咪吧，波音咪，这里是咪咪到了，再来一遍啊，否则这里没有东西嘛，这里来一遍，那啊。这里了啊！还是蛮简单的啊。这个小过门刚刚是用左手夹的啊。好，小过门跟右手一样的弹法。好，这个加了一个装饰音。好，左手，好，好了，跟我们说完了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曲子也想弹吗？那跟那个是一样的，跟就在江湖是啥？想弹老师。哦呀，这个也要啊。老师想弹，想弹想弹，好的，两个都想弹，好的。老师，您就写这个反伦巴的吧，挺好听的。好的，好，已经讲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接下去就是个尾声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尾声？尾声没什么，尾声就是那个它上面就是最后两小节，它这里叫结束句，结束句。嗯，结束句跟前面是一样的啊，它这叫结束句，结束句在这里就算什么呢？就算是应该算第三房子了啊，第三房子了，就是好像我们跳房子一样的，一段一段跳下去，第三房子。那么音很简单，对不对？
是吧？那太简单了，我们要加一点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加一点东西啊！我们这里就说我们要加一点东西，怎么加？我们要加一个节奏作为结束啊。那我要加的，那没加你这样接受不了，不好听啊！你不加，怎么呢？哎，你最简单也要加一个，对不对？你说大家说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说错。你不加你接受不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收尾了啊！这里呢，因为是最后结束句嘛，我就用这个。就是渐慢，速度把它慢下来了。他这样就会太简单了嘛？我刚刚听的，我听那个音乐的，那后面还有点音乐，在这里没写，谱上没写，就是那个曲子，它后面是有的，后面还有一点点音乐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这里也要加一点。当然，我加的可能跟那个里面的音乐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吧？因为我这里要等于这里要搞个延长音嘛。那么延长音我这个嗦呢，我就来点爬音，爬完以后再嗦拉哆，然后这个哆先是左手的啊，哆嗦哆来咪嗦，咪嗦哆来啊，哆嗦哆来咪嗦哆来咪嗦，最后右手你哆咪嗦哆也可以了，如果你稍微花一点花腔一点点，那就咪嗦哆咪，哆咪也可以的啊，米沙多米，这个有点花，就是改变一下。好，听我弹一下啊。沙多，好不好？好吧。老师在台面没看清这个米嗦的时候，你这个波折线是什么？这个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再来啊，米嗦啊。再嗦啦。明白吗？啊，明白了。因为什么这里要加呢？因为你就说你这是渐慢，你这里搞一个延长音以后，这里拖得比较长，对不对？嗯嗯哦。那这里没东西了呀，唱歌的人气不够了呀，唱歌一首曲子唱下来很辛苦的，你不要以为唱歌这么简单啊，啊，唱歌很辛苦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里正好我们这里填补一下啊，让他休息一下，你看。他正好换口气，然后少拿刀，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加了这么多东西啊啊，他你看本来他这个夺要拖得很长，他现在拖两拍，哦，他不拖了，哈哈，他不拖了，我们音乐帮忙了以后他就气可以短一点了，他太辛苦了，他气就不要这么长，有没有听明白啊？嗯，好，继续说了啊，好吧。嗯，好好好。好。交替爬音，嗯。交替用的比较多，为什么交替用的比较多呢？因为交叉比较难，交叉你看，你手要这个左手要从这里跳到什么？跳到这里，这么远，这第一点比较来不及。第二点，你跳过了，你还要找音呢。你现在左手不用找音，你看，那左手不用找音，那左手不用找音，都是右手找好了以后，你就跟着他走，这是第一点。哎，啊，什么？对吧？老师，就这个交替这个，您最后的一定要是右手。
结束还是左手结束？肯定是右手结束。哦，右手结束。是吧？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一交替呢，它比较时间比较多。如果你交叉，你哎没有了，已经到头了，明白了吗？没事，已经爬到底了。你交叉时间长，那可以爬很多，好吧？又方便又爬，一般交叉交替用的比较多啊。大家看情况啊，有些地方它不是这种要求，那么有时候也要有这种交叉的啊。好，这个我们就说完了啊，我们要换频道了啊，换一个频道，溜冰圆舞曲。我去拿去。